很多人以为运动一定是竞争，比赛就一定要赢，但其实运动最重要的不单止是胜负，而是要有一份体育的精神，就好像以下的片段一样。看完以上片段之后，证明运动最重要的是学会参与其中和享受运动所带来的快乐。让我们去看看今年陆运会有关的详情吧。而现在你就有机会去参与了，就是学校在9月20日所举行的陆运会，我们现在就播放上年的精彩花絮了。